海清清，朝朝暮暮数星。且常说人间好，难得你只独光阴，我有心偷把人间看，又怕父王知道不容情，我何不去把大姐找，他能做主能担成。我早知道了，可是偷看人间有违天条，要是给父王知道了，你我都有不是。那我们不让父王知道就是了，咱们偷看一会儿也不要紧嘛。是啊，太太，让我们偷看一会儿嘛。也好，你们随我来吧。王知道了不得了啊。哎，大姐你看那是什么呀？啊，那是打鱼的。哦，打鱼的，让我赞他几句。Thank you.
我的。我看他不
过来人，不过要是给父王知道了，大姐你要替小妹做主。天贵深严，大姐小妹主意已定，顾不得冒犯天条了。七妹你年纪太小，我实在不放心。大姐，哎呀七妹你起来呀，你不答应我绝不起来。好好，我答应你，真的真的，你起来吧。不过啊，这样吧，这儿有难香一支，你若有难就点起此香，我们六人也好下凡相助啊。爱心大姐好心肠，这个家门很难下，辞别大姐人间去，仙姑，公公免礼。不知仙姑唤出小神有何吩咐？哦，这个万万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，要是给玉帝知道，小神吃罪不起，吃罪不起呀、啊！公公放心好了，要是父王怪罪下来，由我一力承担，绝不连累公公。哦，小神遵旨。哎哎哎，仙姑慢走，仙姑慢走。仙姑这身打扮恐怕有点不便。
还是改为凡人打扮的好啊。就是你的不是了，你三番两次拦着我的去路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咦，常言说得好，大路通天，各走各边，难道说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了？大姐，请你行个方便，让我过去。哎，这倒像句话，请啊，请。大姐，你撞了我一下了。咦，你肩背包袱，手拿雨伞，心里有事儿，冒冒失失的撞了我一下，我没怪你，你怎么怪起我来了？我撞了他。
嗯，好，我们再请。请。大姐，你这不是故意跟我为难吗？我来问你，你想不想过去呢？我怎么不想过去呢？好，你说你家住哪里，姓什么叫什么，要往哪儿去，说得清楚我就让你过去。大姐呀，家住丹阳，姓董名玉，现在自身难保，我怎么忍心连累你呢？你这是见死不救！我
我实在无能为力。告辞了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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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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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呦，摔疼了没有？啊，摔疼了没有？大哥，你带我走啊！大哥，你带我走，我，你带我走，大哥。哎，大姐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大哥，你就答应我吧。不不不，我，大哥，你就忍心让我孤身飘零在外吗？我不。大哥，你带我走。我。哦。你们一男一女在这荒郊野外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？公公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？我跟他他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一定是一对小夫妻在吵架。不不不不不，我跟这位大姐非亲非故，更不是什么夫妻。公公，请你不要瞎猜。哦，那么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吵吵闹闹呢？哎，实不相瞒，我跟这位大姐萍水相逢，只不过跟她交谈了几句，谁知她，哎。他怎么样啊？他，哎，你说呀。他要跟我结为夫妇。结为夫妇？哦，哎哎哎，啊，我看你们俩人倒很相配嘛，那么你就答应他吧。哎，公公有所不知，我不但家贫如洗，而且卖身为奴，我怎么能跟他成亲去连累他呢？多谢公公一番美意，我是在。哎，他不肯连累你受苦，这是他一片好意。不过我看你还是回去吧。公公，我家离此路途遥远，真是来时容易去时难，要是他不肯带我同去，我恐怕要……哎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啊。哎，你不要哭啊，你别哭啊，我去跟他说去啊。哎哎哎，小哥小哥，你看他是无依无靠，真是可怜，请你答应他吧。哎，公公，成家立业哪一个不想呢？可是我的境遇难道公公你还看不出吗？我告辞了。哎哎哎哎哎，遵旨。哎，小哥，你不该拒人于千里之外呀。好，哦，既然你们一定要我这样做，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
必须要有主婚为媒之人。哦，哎，你看老汉我这大年纪能做你们主婚之人吗？啊，您老人家年高得少，嘿嘿，当然主得了婚了。嘿嘿，可是主婚就不能为媒，为媒就不能主婚了。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大哥，你看这儿有一棵槐荫树，就请它为媒，好吗？什么？树为媒？啊，它怎么能为媒呢？他怎么不能为媒呢？他又不能开口讲话呀。要是他能开口讲话呢？要是他能开口讲话，我就跟你结为夫妇。要是他不能开口讲话呢？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真的吗？绝无戏言。不过你要连叫三声。好。公公，啊，请你来替我作证。好。华阴树，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想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呀。公公，啊，他开口了没有啊？你再叫第二声啊。华阴树，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想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呀。还是没开口啊。你只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呢。华阴树，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呀，你开口讲话呀。Thank you.
恭喜恭喜，恭祝你们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，明年生个胖娃娃。嘿嘿，老汉我也要讨饶你们三杯喜酒喝。嗯嗯，夫妻拜了堂，媒人躲一旁，我这个做主婚的也该要走了。告辞告辞告辞。宋公公，不必送了，你们小夫妻俩娘子，董郎，我们该上路了吧？娘子请，董郎请。一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写得好，写得好。赵贵在，到账房取3000银子送去。是。哎，慢慢慢慢，送2000。是。员外，嗯，怎么？这个不算数了啊？员外，魏家大小七口全靠这一块田度命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这借据上明明写的，到期不能如数归还，田就是我的了，这是你自愿的。是是，我不是不还。我只是求你宽限我3-5天。不行，不能破例，不然我以后还能借钱给人家吗？员外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呐，我出了这么大的力钱啊，你说我重力盘剥？不不不不，小人不敢这么说呀。那你说些什么？招呼在，把他撵下去。是。员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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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哼，姓傅的，你好黑的心呐、啊！我两亩水田只借了你5两银子，光利钱我已经出了2两2钱了。走，混账！你把他撵出去。走，你走吧，走，出去出去。走，像你这样为富不仁，我看你还能够富贵到几时啊？走吧。哎，走啊。哦。你在这儿等等啊，我就跟员外说一声。走。哦。走啊。哦。员外，董永来了。董永参见员外。带他到磨坊里去好了。是。员外，我还有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一把雨伞在外面。好，拿进来好了。哦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一个包袱。也拿进来好了。哦，还有。还有什么呀？哎，到底还有什么呀？还有我。哎，他是谁呀？他。她是我的妻子。她是你的妻子？卖身契上明明写的
无牵无挂，哪儿来的妻子啊？员外啊，八成是拐来的吧？嗯，员外，我们哎，我以为你卖身葬父是一个孝子，原来你是拐带人口的骗子。招贵，带，把他们送官就办。是。慢着，员外，我与董郎成亲，有媒有证，怎么能算是拐带人口呢？你可知道卖身契上明明写的董永一人吗？这是因为他卖身在先，我与他成婚在后，我二人既为夫妇，有道是夫有千斤担，妻挑五百斤。董郎卖身你家，我怎么能远走高飞呢？啊，是啊，员外，我卖身你家，我不带他前来，你叫他何处去安身呢？哦，没地方去，就带到我家里来了。一个女子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难道叫我白白的养活她呀？员外，我能洗衣江山，又会织布纺纱。哦，你会织布纺纱？是的。别糟蹋了我的好事。员外，不是我夸口，我不但织得好，而且织得比谁都快。哦，好大的口气。你织得快，一夜之间能替我支撑十匹锦绢吗？嗯，织得成怎么样，织不成又怎么样呢？织得成当然很好了，织不成我要把你的丈夫三年长工改为六年。六年，员外，这太不公平了吧？你有罚也该有赏啊。好，要是织成了，三年长工改为百日，这总公平了吧？啊，娘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十匹锦绢，别说是一夜，就是十夜也织不成啊！董郎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员外，你说的话可算数吗？一言为定。不过要是织不成，三年长工就要改为六年哦。织得成，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百日了。当然当然，赵贵，带他们到机房里去。是，跟我来。赵贵，这边走。哦。娘子，你看这都是无头乱丝。哎，你一夜之间怎么能织成十匹锦绢呢？啊，织得成织不成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像你这样愁眉苦脸的又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我倒没什么，三年六年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连累你受罪，你叫我怎么安心呢？董郎，这祸是我闯下来的，只要你不怪我，我吃什么苦都是甘心情愿的。哎，你不知道这位员外的厉害。哦，
怎么厉害呢？哎，总之为人不富，为富不仁。哦，娘子，我看你还是趁现在没有人赶快逃走吧。啊，你不要我了？啊，不不，不是的。那我不逃走，我要跟你在一块儿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朋友，老友，还不到磨坊磨坊去？哦，是。去呀、啊！哎呀。胸怀梦郎心烦恼，他哪知我是七仙女四侠林霄。我且把这普通的暖丝来理好，之间织成十匹锦卷，倒是十分困难。曾记得下凡时大姐言道，他叫我有几郎把兰香来烧。但愿那众姐姐身边的真是岂有此理，这也不能怪他呀。他是谁呀？他说呀，他说呀，他说呀，他是谁呀？你说呀，七妹，七妹，七妹，你说呀，他是谁呀？说呀，七妹，说呀，说呀，谁呀？啊，大姐，大姐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七妹，你把我们请下凡来有什么事啊？哎，大姐，这个员外真可恶，他故意为难我。哦，他怎么为难你？怎么为难你了？为难你了？他叫我一夜之间织成十匹锦卷。啊、哦，这是小事，别说十匹，就是百匹、千匹，凭我们姐妹七个，还怕织不成吗？哎、是啊，
咱们帮你做，你放心好了。哎，咱们帮你。好了好了，闲话别说了，赶快动手。来，哎，我们动手吧。哎呀，梭子坏了。坏了，这家员外良心太坏了，他要你织不成锦卷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，大姐啊？不要紧，让我到天河去向侄女借天梭一用吧。好啊。对了，哎，大姐何必自己去呢？叫仙鹤去借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随我来呀。来，来啊。仙鹤何在？仙鹤，我命你到天河侄女那儿去借天梭一用，快去快回。天梭借来了。身在魔方
你们猜猜一共织了多少？织了多少啊，大姐？啊，整整十匹，还多三尺六寸呢。真的，真的，这多余的三尺六寸可不能便宜给员外。哎，可不能便宜他。给我们小外甥做袍子吧。我不要。哎，你们去给他呀。去，去，走。七妹，你别害臊了。对了，七妹，拿着吧，别害臊了，拿着吧。拿着吧，对了，拿着呀，拿七妹，你就拿着吧。哎。亮了，仙凡不变，我们还是走吧。七妹，我们也走了。有劳众位姐姐一夜辛劳，小妹实在感恩不尽。自己姐妹何必客气呢？七妹，你要多多保重。二姐，大姐，你们也要保重了。嗯，小妹不远送了。我们快走吧。七妹，再见了。再见。七妹，再见了。多多保重。娘子，老郎，娘子，我看你锦卷还是不必织了，我们干脆就认命吧。六年很快就过去的啊、哦，你跟我进来看看。还看什么呢？来呀！啊。董郎，你看、啊，娘子，这啊，整整十匹，不多不少。啊，一骑烟金骏马。昨晚不相亲，今朝卷纸抽，送给员外好书生。齐了。董英。啊？哦，员外，员外，十匹锦卷在这儿呢，请员外过目。嗯。哼。啊？这十匹锦卷一定是你偷来的。啊？这明明是我娘子织的，怎么能说是偷来的呢？你有几个娘子啊？一个娘子。她有几双手呢？一双手啊。对啊，一个娘子一双手，一夜之间怎么能够织成十匹锦卷？不是偷来的是什么？员外，你说锦卷是偷来的？嗯。请问谁是施主，谁是见证啊？这明明是你不愿意把三年长工改为百日，所以才想诬赖我们。你哎，董永，你这娘子来路不明，我要到衙门里去告你一个拐带人口的罪名。啊！哼、嗯，
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夫妻成亲有媒有证，你要是告到官府去，只要媒人一上堂，一定判你一个诬告之罪。哼，到那时候不罚你1000也得罚你800。娘子，我们走了半天了，坐下来休息片刻好吗？好啊。哎，你等等。哎，董郎，你也坐下来歇歇。好。村子上雇顶小轿来抬你回去啊。哎，董郎不必花费银钱，我歇会儿就好了。哦啊，那么我去弄点水来给你喝啊。哎，董郎快点回来啊。哦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今日回家山游行，
妻恩爱，怎么能忍心抛弃他呢？公主不再回他，我们就要捉拿罪名。哼，就是刀斧加身，我也不怕。你们还不快点给我回去！既然如此，我等回兵与你去者。受惊了没有？我刚才躲在大树后面，倒也没觉得什么。哦，那还好。哦，刚才我在路上遇见一个朋友，向他要了一个梨，几个枣子。娘子，你赶快吃了吧。啊，你自个儿吃了吧。哎，我这是特为要来给你吃的。喏，这是不祥之物。啊，怎么？早离早离，早早分离。咦，这是好口彩呀，早生贵子，永不分离。喏，永不分离。哎，永不分离。董郎，啊，你看那边有几个孩子在干什么呀？哦，那是在放风筝。董郎，那风筝为什么直上云霄啊？断了线了。哦，我倒有一个比方。比方什么？风筝断线，好比为妻上了天。
比方得很对，你我二人离开富家，从此自由自在的，这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的。董郎，嗯，衣服补好了，穿上吧。哦。走吧。好啊。请请。东南前面走，从走Thank you.
娘子，你也应该去拜一拜呀。我身怀有孕，不能下拜。哦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娘子，你坐下来歇歇呀。啊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。你我成婚之日，那个主婚的老公公他说，来年要是生下一男半女，他要我们请他喝喜酒三杯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嗯，我们家虽然是贫穷，可是这三杯喜酒一定要请他老人家喝的哦。懂。啊，天快中午了，娘子，我们走吧。天就快午时了。看你满头大汗，拿去扇一扇吧。哦，啊，多谢娘子。董郎，上面有几行字，你看见了没有啊？哦，有字。哦。槐荫树下遇仙阶，恩爱情深好夫妻，指望白头同到老，谁知鸳鸯两分离。董郎，你明白其中的意思吗？其中的意思，我不明白。董郎，您看，那儿有一对鸳鸯。咦，一只低头哀鸣，一只振翅欲飞。娘子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他们本是一对恩爱夫妻，只因为雌的今天要上天去了，所以雄的低头哀鸣。哦，我不相信。你不相信，我去叫他。雌鸳鸯，雌鸳鸯，今天是你上天的日子，你为何不展翅高飞呢？娘子，我也能叫到熊鸳鸯飞上天去。熊鸳鸯，熊鸳鸯，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呢？你飞呀，飞呀，你去呀，去。娘子，他怎么不听我的话呢？哎，董郎，那雌的乃是仙鸟，所以能飞上天去。这熊的乃是凡鸟，你叫他怎么能够飞上天呢？娘子，你今天说话怎么跟往日不同呢？既然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，你就不该活活把他们拆散呀。董郎，你休要埋怨我，你可知道这对鸳鸯就是你跟我。啊，槐荫树下遇仙姬，你难道就有仙姬？董郎，实不相瞒，我本是玉帝膝下的妻女，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，现在已被父王知道了，他命我今天午时三刻返回天庭。我一边说
就找了主婚的老人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？他是本方土地啊。本方土地。娘子，当初你跟我成婚是槐树为媒，我要你跟我相当评理。冬郎，不必了，我一定要，我一定要。槐树，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，蒙你开口为媒，今天他要上天去，你为何不把他留下？槐树，你开口讲话，你开口讲话。冬郎。他是哑木头啊。哑木头来哑木头，连叫三声不开口。成婚之你为媒正，今日你为我闹红梅，不把娘
见春暖花开日，槐荫树下啊，东南风啊。天上